今天要去嘉义看日环食。你认可？换你的。对，去嘉义看日环食。现在是开到哪里？开到靠近清水，现在靠近清水，然后遇到下雨，遇到下雨，哇！现在外面在下雨，外面都是雨。现在这个路段是哪里？现在这里是，看不知道。目前下起暴雨，我们继续往南走，继续看。通过这个雨林，经过要过大安溪，前面这条大安溪，大安溪下下面，大安溪。快要到大甲，来介绍一下吧，现在这个地方是哪里？嘉义县。嘉义县哪里？讲一下啦。嘉义县的海边。这是嘉义县吗？这里是云林吧？这是云林县吗？云林跟嘉义的交界，在过去应该就是嘉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海港旁边，然后现在是在博子寮渔港海天宫水仙尊王庙。先准备午餐。怎么样？你对这个日环食，你们班有什么人去看那个？来说明一下。不知道，我们班不知道。完全不晓得。他们应该在台北。那今天吃的是什么？介绍一下。今天吃牛肉面，但是等一下才会放牛肉，现在先煮面条。煮的是圆山饭店的牛肉面。对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他在调那个，让他把它调中间。所以他这个本来就是一米。你们是说今天早上去完就直接过来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随便问有没有人要。好厉害！然后他还骂我没知识，他说这个不会有聚焦问题啊，所以我说这是吗？等一下就有了，是没有聚焦问题。我看
看起来会变淡，对啊，那会比较淡，因为你的颜色不够，然后它会把，对啊，我有准备那个白色。比较平，它低一点。有吗？应该开始了。你现在找什么？啊？没有，要拍照。我二十几，应该是真的有。有吗？哪一个角度？几点钟方向？应该是在五点钟啊。五点钟方向吗？我来看一下。看得出来吗？不很明显。应该是越低越清楚。来来来，想想看，怎么样？看起来如何？哦，很特别。它我都看见有对焦的。